阿弥陀经。是方是这些，大家搞啥？哈兰自刚解佛说阿弥陀经以来，哈六百七十通集来，哈个前几天呢，就信徒先生，讲老师啊，啊你拢讲释迦佛祖赞叹着啊。东西南北上下世界诸佛的妙法，那么释迦佛祖伊无讲伊的妙法呢？伊的妙法是哪一方面？你是咪要甲讲着？我有啊，我有讲啊，八正道啊，啊，甲所有现在所讲的，这拢伊所开始的妙法呢？啊，尤其佛祖当时在世间，啊，伊所传的法只有八项尔，八正道啊，八条正确的路，八条互咱成佛的路，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路，咱就是好、八正道，好佛祖八正道的第一正见。正思维，正悟，正业，正明，正念，正精进，正禅定啊，正禅定，正见，正确的见解，世间法的正见呢，甲咱开始对任何一件代志，咱爱正面去看，正确的观念，所看了爱以全民利益为利益。咱袂使以自己的利益为利益，爱顾虑到他人的利益啊，这即是为正见的一部分。咱要修行嘛是要有正确的见解。咱修行唔是讲哦，我现在来修，就会当我的债务会当解决；我现在来修，我股票就会当提悬，会当赚到钱。我现在来修，啥都修，伊叫八正道。去努力用在日常生活才是修啊，那无拢假的修啊。我来坐一点点坐硬话念，迄不是修啊，迄不是修，真真正正的修就是修正咱偏差的想法啦。然后修正咱糊里糊涂的行为啊，这是叫做修行啊。所以咱是修的境界。咱是冤仔，咱一点心，咱一点心诶，咱存好心，好爱善良心、欢喜心、忍辱的心，这即是咱所修行所需要诶，为正见、正确见解。所以咱大家啊，来伫世间，咱对任何代志爱正确见解。那无只，咱糊里糊涂，烦恼到位，到时阵啊，唔知要安怎，叫天天灭，叫地地灭灵啊！啊，再来是正确的思维，咱一件代志啊，看了以后，对唔对？咱爱正确去思维，首先上重要，就是交换立场来思维。正确思维，是有一件代志咧。有当时咱也想袂通的时，难不都会找去？好，一旦互咱做者异化咧，我研究佛法，甲易经，这么多年以来，我发觉易经是咱一个上好的老师。易经的妙法，拢是存在咱每个人内在的心中。啊，所以易经会当帮助咱真济个思维，该为不该为，该做不该做，咱用易经，咱会当互咱清清楚楚。咱也是
有一个正法，有所依偎，有所安定的时，咱才有法得到真真正正的正见。那么一件代志，你要正确的正见是无简单，对唔对？该为不该为，真无简单啊。那么只有学一经这条路，学一经有智慧。那无呢？你要平达一项有正确境界，是真困难。但是咱学一经，咱唔是讲咱变大波，咱就是爱学。正法啊，咱才正见，哈正思维。你学了正法以后，你才有法度，互你做一个真正确、正确的思维。如何徛伫善甲白，哈？如何徛伫你甲我中间，做甲不偏不倚？我莫伤你，你莫伤我，大家莫少欠着这个因因果果。的业力的事，我相信呢，咱成功的机会，人生啊，哈，咱要成道成佛的机会都非常非常的多。所以只有建立在心安状态之下，咱只有建立在哈，咱无跨界、无惊吓的状况之下，咱的思维才会当真正宁静，思维才有法度达到一个全面化，才袂讲较单向、单向的想法。咱一般真侪人拢单面单向去想自我安慰、自我哈，感觉哇安尼袂歹，结果所得到的结果咧，拢是毋是真真正正好的果咧？知命才能知运。报以是报，我是地心啊，释迦牟尼佛啦。大慈大悲的教示和教化众生，四十九年中间说出无限的妙法，啊，得道的人是无限的人数，这拢是大慈大悲啊，大慈大悲。所以释迦佛祖呢，啊，伊的妙法就八正道。若是一个人伫世间依照八正道去做的时，咱做啊问心无愧。我相信呢，咱人死了后，咱嘛会当回归本位，咱都袂坠入黑暗的地狱深坑。这是千真万确、千真万确的真理。所以佛祖呢，伊讲伊伫世间，吼五罗恶世的世间，说者难信之法。吼，而且呢，要让大众去正道，有够自卑，有够自卑啊！讲嘅世间嘅万法，充满到，可能含嘅，充满到无明。世间嘅万法，哈，这样子，但是嘛是当咱嘅老师啊，也是咱会到依照佛所讲开始，用伫生活之中。我相信，咱嘅生活会真正丰富，生活会非常嘅安详。所以，咱嘅正确嘅思维，万行代志，咱要去善解。善解非常的重要，这嘛是正确的思维。咱的思维咧，咱尽量徛伫对方来想，咱莫干咧以家己做主体来想。若是咱啊要修行嘛是同款，以对方替对方来想，咱误导啦，咱爱替对方来想。对方因为伊无误导，伊才会愚痴，伊的愚痴啊，才会颠颠倒倒，一颠颠倒倒，烦恼才一大堆啊。所以，咱正确的思维的条件，爱先对正见，正见过来正思维，正思维然后是正悟，正确的讲话，正确的表达。啊，咱食饭好食咧，讲话歹讲。所以，咱只有这个修道啊，吼，就有这个法器。好，修道容易啊，啊，悟道难呐，啊，悟道容易啊。正道难呐，正道容易啊，行道难呐，行道容易啊，方道难，就是讲话讲话，方道方道，确实讲话是真困难。啊，真侪信徒老师啊，你若无用国语讲，我对不起啊，我若要甲你讲国语，我好多话，咱台湾真济真济。菩萨拢是台湾这个葫芦话为基础的。我若讲国语、北京语的时，那么
就无法度因较侪人的损失就听无啊。那么恁会晓讲国语看捌字，你就从字幕去看。爱就好啊啦，哦，趁这机会，你住台湾，食台湾的米，哦，啊，打台湾的土地，啊，受着台湾这大家共同中国啊，虽然为一体，但是你徛着台湾这同胞，这侪人甲你照顾，你台湾话、葫芦话不要讲话，不要讲你爱忏悔啊。哦，这咱的，所以这顺这机会，恁有讲台湾话吗？学台湾话，安尼咪足好诶吗？是不是？吼、哦，就是啊，对，我较早拢无想着，想着这里因缘看字兼学葫芦话。我的葫芦话虽然无真标准的是啊，但是伫台湾这块国土，台湾这块土地所讲的语言呐，葫芦话啊。已经有八成的标准以上啊！好，所以各位啊，咱这政府要讲话，上歹讲话呢，上歹讲呢，有各种的人，哈，咱现在真济外劳，哈，迄个保镖嘛好啦，保姆嘛好啦，等等咧，外面几摆咧，咱讲话听无，伊讲话咱就听无，咱讲话听无，所以正确的讲话是无简单呐，无简单。各位，修道容易啊，吼、哦，这个五道难，五道容易啊，正道难，正道容易啊，行道难，行道容易啊，方道难，方法理性。所以各位，咱要方道，任何一个语言拢有伊的障碍，但是任何一个语言拢有伊的国土、伊的国土、伊的地方互相相表达，伊的本来都具足的。所以啊，咱这政府，咱会记哩讲话，吼，唔通伤害他人。咱真济人，吼，真爱用也靠啊三寸棉花的喙子啊，吼啊，一讲出伤害他人的话，算计较啊，算计较啊，剩无几工，吼，开始烧骂病管的弄出来啊，恁才注意看。那爱骂人无事实的，恁选开，恁就无智慧啊啦。无智慧啊！因为咱台湾的社会需要安定，咱台湾的社会，咱的国土需要有尊严，咱的国土，咱百姓需要有尊严，咱有尊严出入外国，人会甲咱尊重。只要是咱选举的人，哈，候选人无迄个假，哈，为恶人讲，恶人伤害他人，造成国家大众不安的事，你投开咧，你就是甲伊共款的。该共款的，啊，国家的未安呐，到尾啊因故，你爱负足大因故，你爱去倒牌，所以啊，咱国家是民主时代啊，民主时代是互相相尊重，才是民主。咱假使发觉个某人有缺点，哈，咱除了唔通学以外咧，咱爱个可怜伊，但是咱一个人有了缺点，咱即时爱改进啦。所以正确的讲话是无简单，但是正确的讲话就是咱每个人安心之道，安心之道啊，不正道啊。好，再来是正业，正确的工作，正确的事业，非常的重要。咱来到世间，拢受到十方给咱吃、给咱穿，受到十方给咱到支持，咱才有通吃、有通行路、出门有车好坐，哈、啊，有路好行。那么咱爱运用咱的身体，开始搁回归到等下做一挂有益社会大众的事业啊。好、哦，这叫做正业。咱唔通做出一个危害社会的事业。咱若做了危害社会的事业，因果咱爱家己去担，因果家己去负啊。任何人无多替代，无多甲咱代替。好、哦，所以咱大家爱注意。启蒙的最佳读本《女娲娘娘的五色石》，开启小朋友的智慧。高一十方神地仙。哈，释迦牟尼佛，哈，伊所开始的妙法八正道，哈，八正道咱在哈所一过去所讲，嘛是讲个真正详细咯。哈，我只是简单甲各位复习一下尔。啊，佛啊，
教化教示咱，咱爱每个人日常生活中间呢，做到问心无愧，咱就会当幸福啦。若是咱处处咧，咱无智慧，因为一句话去伤害他人，咱一世人会怨叹。咱就加三寸气，要当起的时，好，那迄时阵啊，咱脑海内、心内想起来，咱的忧郁，现辛苦袂叮当，心内、脑海内恐怖、惊吓，是讲无法度去讲呀，无法度去用来形容，一切的因缘果报，拢自己去享受啊，家己去享受。所以佛教人讲，咱正悟真重要。咱莫用话去伤害着他人，啊！所以释迦牟尼佛啦，伊甲咱开始讲，当咱要未大彻大悟以前，咱绝对莫批评他人的是非；咱要未大彻大悟以前，咱绝对袂用批评他人的是非。他人的因果果、生生世世的因果，咱嘛唔知啊，咱唔知咧。咱要安怎批评伊唔对呢？所以咱还是注意。释迦牟尼佛一住世时，一时的觉者就五度，伊将来都唔去批评他人啊。何况咱拢一个凡夫尔，哈！一时之利啊，咱用各种的话来伤害他人，这是非常无慈悲的心念啊。好，再来的正业个正命。正业正命呢，咱命正命知己，知影家己，知影家己福德，知影家己偌济善事，知影家己受偌济教育，知影家己读册偌济，知影家己咧，咱拢自己去反省。咱无咧命，咱就莫去做遐头路；无咧尻川，咱就莫食遐下药啊。所以啊，咱正明正确的知明，正确的知明，知影家己要安怎知明呢？我欢迎大家咧，你参加咱上岐山仙佛寺易经大学，咱易经风水研究班的课程。啊，咱只有安尼咧，了解自己以后，咱才袂糊涂。若无咱糊里糊涂的代志，足济足济啊！咱即几天来一直来讲这命路，命路，命本来就无命好算啊，无命好算哦。你讲啊，人来甲算命呢？人无法度来算命，命是牵涉到前世、前世因缘、前世善恶，就是这些的命。那么咱若知影这些的命，要安怎知呢？看现在咱所当着，咱就真清楚啊。啊，咱三世因果经也讲过啊。三世因果经，所以三世因果经啊，好，你读多读的时候，你就了解自己的缺点在哪里嘛。咱前生无报施，你这世人哪有结到好善缘呢？咱这世人若无结到好善缘，未来生哪有可能人会甲你斗相助呢？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我常常甲弟子提醒，你这若无好结一个好善缘的时，未来你的事业要成就是真困难。你无结到好善缘的时啊，哈，你未来咧得到贵人是真困难，比登天较困难。那么兄弟，那么结善缘，咱爱先服务大众，人生以服务为目的，咱都服务他人的时，你一定结到好善缘。咱立法委员，我的地主啊，杨琼英啊，杨琼英立委咧，啊，这查某囡仔，啊，伊来请示师傅啊，我要来啊，甲人选立委好无？我好啊，你过去的善缘结真济，啊，结善缘呐，哈、啊，这就是人，恁人面嘛好，或者就是讲结善缘呢，就是咱甲人结一个福缘，好缘分。好缘分呢！你有一天要来为大家服务的时，大家嘛需要不支持你为大家服务，这就是善缘啊嘛，这就是命嘛。哦，所以有诶，哎呦，我咧遮歹命，你平常时好事唔做，善缘唔结，自私自利，哈、哦，寒酸，一点啊都无要报施，好事唔做，你要对伊好，无可能的代志嘛，这就是因因果果嘛。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咱平常时多做布施，多做好好的头路，
走好路，讲好话，存好心，想好的念头的事，这拢是自己的一块镜，自己所得的，别人无甲你所得的啊，要弄清楚。哦，过来就正念，正念，正确念头。咱人的念头上厉害，你善念的时，你自己的，你得到发喜，你得到好的善报。你的善念若歹的时，哦，你恶报真紧就到伊啊。好，所以咱念头，哦，咱有善有恶，存乎一心。咱的念头，咱呐。好，有只大慈大悲大将为主的时啊，我相信啊，咱的命袂歹，咱的头路会较顺啊。那么念头上厉害，咱的行为无遐厉害，咱念头若歹，念头开始就犯罪啊。咱的念头若歹是恶业就到位啊啦。所以各位啊，咱时时念好念头。我相信咱卖的运啊，咱会一步一步的离咱而去。咱好的运呢，一步一步在咱的面前。这是啥念头？念者爱有慈悲，就是慈悲的念，持续的念啊，持续。所以咱一个人会当持续上路。若是咱未晓要持续的时，咱一定带来真济真济的烦恼。咱若未晓持续的时啊，咱会带来真济真济的困扰，颠倒梦想，未安，惊惊吓吓，人生你要顺失就真困难咯啦。所以咱需要若要顺失的人，建立是心安的状态。咱好事多做，歹事咱莫做。咱若渐渐咧，咱一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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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来踏入。成功的地步，咱嘛一天一天踏入幸福光明的人生啊！这是千真万确，哈，这是真理，这是天理啊！咱今时间的观念，到这就到了。